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40岁留什么发型显年轻。40岁即将步入中年，经过岁月的沉淀，气质慢慢变得沉稳、知性、优雅，但女生都是不服老的，想要通过穿衣打扮来达到一个减龄的目的，发型更是重中之重。一、碎发，短短的发型可以让人看起来清爽、干练，精气神满满。二、锁骨发，清爽不厚重，整体甜甜的，还能够修饰到脸型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风格来进行选择。